来是不是在这边？我这个掌劈出来是在这边，所以你看劈下来时候在这边，啊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身体往前，看不懂？我劈过来，劈过来应该是这样走嘛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走。劈过来应该是这样走的，不是，这个掌劈过来是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还是这样走，一层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当我劈这个掌过来的时候，人家一架，他你怎么那样架架我这个掌劈过来你要怎么架啊，这样架是不是这样子，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劈过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啪，这样一震，所以你这边的时候，你看身体在这里，一震的时候，身体你看，塌腰落胯，塌腰落胯往前压，晓得吗？所以这个时候手，这个时候手在这，手在这里，劈来手在这里，到这里的时候，塌腰落胯。看不懂，所以看起来是肩膀回来啦，怎么会比劈还长呢？是不是？因为塌腰落胯啊，